Hello，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名人站嘅 YouTube channel。咁我名人站咪咪，今日咧就为大家介绍橙色盒嘅。咁佢就系每位女士都好中意嘅 Hermès。咁呢一只咧，其实系一个小极品嚟嘅。咁小极品系因为都比较稀有少少啦。咁呢一只，咁我今日介绍咧就系一只 Kelly。咁呢一隻咧就唔係普通嘅 Kelly， 咁佢呢一隻咧就係 Kelly Touch 嚟嘅。咁 Kelly Touch 咧，其實佢就係一個 Togo 皮拼稀有皮嘅。咁而我手頭上呢個咧，佢就係拼鱷魚皮啦。咁呢一個 size 咧就係28嘅 size。咁 Kelly 28咧，咁其實好多女士都其實都啱用噶啦，個尺寸係非常之合適。而佢呢一个颜色咧，系叫做46，咁佢系叫做乌木色，佢系带少少啡色嘅，但系佢同啡色咧对比咧，其实佢呢个颜色咧会望落去比较高贵。咁佢成个袋咧都系用咗 Togo 皮去制造啦。咁佢哋见到佢个袋咧个型都好挺身，而扣咧佢系用咗金扣。咁而佢稀有皮上面呢个鳄鱼皮咧，系用咗雅面嘅鳄鱼皮去制造。咁佢系条带啦，同埋喺个手柄位置咧，都系用鳄鱼皮嘅。咁打开入面俾大家望下。咁其实佢 touch 咧，同佢普通嘅 Kelly 咧系一样噶。佢除咗系喺少量的位置是拼了鳄鱼皮之外，其实其他位置都是跟普通的一样。同样它也是有肩带啊、锁和雨衣。我稍后再拆开给大家看看。它里面呢都是做它46色，即是乌木色的颜色。里面呢就会有一个拉链位置。另外这边呢会有两个内贴的袋子。因为它这只是拼了鳄鱼皮，它会在这个 Hermès 的印那里就会有个品种的。这只鳄鱼呢它是用了野生的，所以它就会用了个倒 V。 它其实还有两点啊或者方块的，其实最高级呢其实就是倒 V 的。倒 V 的纹就会是最漂亮的鳄鱼皮。咁佢配件方面咧，配件方面咧，佢都会系有翻条肩带。咁肩带嘅长度咧，其实都同普通嘅 Kelly 系一样嘅。咁另外都系撞翻金扣啦。咁佢最特别咧，其实就会系喺佢啲锁上面啦。咁佢除咗系佢条肩带啦，同埋喺个手柄位置鳄鱼皮之外，佢呢一个锁头位啦。同埋呢一個裝鎖匙嘅位置咧，都係做翻鱷魚皮嘅。咁兩邊都係，咁佢成個咧都會做翻個包皮，即係包翻個鱷魚皮。咁另外佢都會有一件雨衣。咁其實 touch 嗰啲款咧，其實你可以簡簡單單將佢呢一抽鎖匙同埋個鎖咧。咁样简简单单做个装饰，其实都已经系好靓噶啦，成个袋。其实我反而觉得佢 touch 嘅嘢咧，其实唔使特登去衬条 Kelly。咁你咁样睇，其实已经系一个非常之高级嘅袋。咁因为如果成只鳄鱼皮咧，可能你哋平时出街用咧就会比较夸张。咁其实 touch 咧，佢就有少少拼鳄鱼皮咧，望落去咧就会。靓啲，同埋你使用嘅率咧系会多啲嘅。咁孭上身俾大家参考一下个。咁佢呢条带咧，其实点解唔做鳄鱼皮呢？因为如果做咗鳄鱼皮，你孭嘅时候咧，其实好容易会系爆开啊，所以佢肩带上面咧都会做翻个 Togo 皮嘅。咁个袋你亦都可以咁样打开用，或者咧可以好似我哋平时咁样样扣翻，咁样都得。咁呢个颜色咧系非常之高级嘅。
靚靚拎住。咁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我今次嘅分享咧？如果中意嘅话，记得 share 我哋呢段片，同埋 like 我哋呢段片啊！咁有啲咩问题咯，可以直接揾翻我哋。咁依家我哋门市咧，暂时都仲有呢个现货喺度嘅。如果中意嘅话，可以落嚟铺头选购。今日介绍系咁多啦，拜拜。Thank you.